子们别玩了，赶快跟妈妈回家喽。哎呀，别追我，别追我，哎呦，乔治，你等等姐姐呀，哎呦，乔治佩奇，你们都压到我的小狗宝宝了，赶快起开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狗妈妈，后面有大怪兽在追我们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呀，佩奇、乔治，如果你们能变成我的小狗宝宝，等会儿大怪兽来了就不会发现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变成你的小狗宝宝？乔治，别着急，只要我给你点这里红红的能量，你就可以变身了。我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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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姐姐，你快看呀，我真的变成小狗宝宝了，等会儿怪兽不会发现我喽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狗妈妈，我也要变，我也要变。好好好，佩奇，你也别着急，我现在就来给你点红红的能量，我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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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哎呀，不好，我红红的能量没有了。啊，那可怎么办呀？我是不是不能变成小狗宝宝了？等会儿大怪兽来了会把我吃掉的。佩奇，佩奇，你别着急，虽然我没有红红的能量了，但是小朋友们那里还有很多呢，只要他们愿意帮你点这里红红的能量，你也可以变成我的小狗宝宝的。可是我怎么等了半天也没有变呀？是不是小朋友们不喜欢我，不想帮助我呀？不会的，佩奇，肯定是刚才小朋友们都在忙。小朋友们，红红的能量就在这里，赶快动动你们的小手指帮佩奇点一点，让他赶快变身吧。大怪兽马上就要来了，快快快，红红的能量点起来，红红的能量不要停。哇，太好了，我真的变成小狗宝宝了，大怪兽不会发现我喽。诶，那两头小猪跑哪？